好来，再来元宵节闹元宵，新北市亚柳这个超过百年的新民静港的仪式，大概是烧酒跳海、祈求风调雨顺，场面闹热壮观。六在地勇士更新桥跳落水，即进入特色的新民静港活动。每当元宵节在万里保安宫前展开，关注一百多当前，也有渔港附近的水域无平静。后来透过这特殊的宗教仪式，赶走水内鬼怪，祈求风调雨顺。即马进一步发展做新北新民静港的文化节。台湾民众做伙跳，今年有来自海内外200位勇士加入。年纪上大的高龄80，南北极我都下过手，这是小 case 就对了啊，小 case。Now this is gonna be the first time, so I'm very excited and to pray, to have a better year。也阁有人第二次参加，带伊的队友做伙来。我们是猪队友，猪一样的队友。无等主持人下令，大家就向前冲。天气虽然无遐凉凉，感受刺激，不过对参加者咧也是新奇的体验。现场阁有准备万里的美食白带鱼。白带鱼，我们逐渐把它推向我们的国际舞台，用冷冻的方式来行销，结合地方的农特产品，推广文化特色，成就台湾独一无二的新民静港活动，要让民众做伙来斗热闹，见证传统文化。